重量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现在呢，可爱的发油夹先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拿到发油夹的朋友，待会就可以把我手上的这个环保袋也带回家哈。好，那我问一下，来想要拥有自己专属管家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来举手，赶快先来拿礼物哈。啊，但是没有钱请管家的举手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都有钱请管家，是不是？怎么都这么有钱？好，来没有钱请管家的，来我们拿一下哈。那我们今天呢 ，D-Link 就要帮大家呢打造呢专属于你的智慧云管家，请问叫做什么云？什么智慧云？上面不云就写了三个字，叫什么云？郭基云，大家不要乱讲答案好不好？请问一下叫做什么云？郭基云，没有错。来这边的朋友啊，后面还在窃窃私语的，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舞台活动吗？请问叫做什么云？郭基云，很好，来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哈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今天呢，郭基云呢有什么作用呢？首先呢、啊，我们第一个看到呢，我们子莹手上的这个叫做我们 Smart Plug， 那只要把这个插座呢，插头呢插在家里的插座上面，就可以把你家里所有的电器整合起来，变成你的智慧云管家，叫做是什么？